哎呦，这大爷呀，大爷大爷，好人还是多呀。大爷要坐这趟 K119 公交车，司机和众人，这是打伞背大爷上车。这一幕非常棒，有幸让我拍下。当时啊，路面积水特别严重，然后当时大爷看到我的时候啊，特别着急，然后呢，直接就下水了，差一点跌倒，幸亏两名热心的市民啊，及时将他扶住，看到大家都在水里面啊，特别着急，也没有多想，就直接下去了。我想背着他俩，但是我试了一下哈，当时我站不稳，怕大爷也不放心啊，他说小伙子就没让背啊，我们三个人一块扶着他，因为当时水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了嘛。当时积水再往上的时候，差不多涌上来的时候就没到膝盖了。鞋里边是湿的哈，裤子比较干的比较快，已经干了啊。下载闪电新闻，观看更多精彩视频。